家好，我是 Taco。 暌违九个月，又要带妈妈出国啦。上次是去日本，这次我们要去中港澳，出发咯。之前在澳门工作一阵子，但却没有时间带妈妈玩澳门。这趟除了要回忆我在澳门最爱吃的美食，还有我在澳门工作之余都去哪里溜达呢？第一站，我们先到珠海 check in。从澳门过关到拱北，出拱北直接下拱北地下街，沿着西门走就能走到我们的饭店。进这个 L 酒店入口就能看到龙珠达饭店指标，沿着指标走出来就能看到我们的饭店。第二天早安，这间酒店只有住一晚，等一下先退房再去吃饭。这间酒店住得很舒服，服务也很好。今天下雨，所以改了行程来到富华里。这边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，也有很多商店可以逛。
餐带妈妈来吃好怀念的牛小汪。在珠海不管吃饭买东西还是打车都是 QR Code 扫码，店内都有 WiFi 可以使用，如果没有 WiFi 或网络就不能扫 QR Code 付款咯。蛙肉超级嫩，一锅大概两到三人份。妈妈口水快流下来了，干杯！吃饱饭就回饭店拿行李回澳门。这里的计程车起跳价是10人民币。路上的计程车很多，所以我们这趟的交通都是计程车。龙珠达饭店离拱北口岸很近，走路就能到。来珠海非常推荐这间饭店。拜拜咯珠海，下次再来。走路过关又回到澳门，澳门出来有饭店免费巴士可以搭。晚餐我们先来吃银道粥，建议大家一定要提早定位。我们没有定位，当天现场等大概40分钟左右，也因为没有定位所以跟别人并桌。上菜啦，银道粥必吃泡泡咸、冬瓜粥、手撕鸡、椒盐玉米。我们这次只有2个人，所以先点心心念念的泡泡咸。
每一颗蛤蜊都非常饱满又新鲜，非常推荐。第三天早安，最后的三天我们住喜来登饭店，先去办 check in。check in 完来吃真点心，真点心在澳门有很多间分店，大家可以找离自己近一点的店吃。这里是手机扫 QR Code 点餐，环境舒服。如果跟我们一样人数比较少，那就非常推荐这间。它有小点心套餐，例如三种口味一笼，让人数少的客人可以吃到更多种口味。
今天要从澳门出发去香港，这次住喜来登有两种车可以搭。第一种，港澳一号，饭店楼下有港澳一号可以搭。这里出发最早一般是早上11点10分，到香港大概2到3小时。第二种是京巴，饭店楼下有澳门口岸的免费巴士，先搭到澳门口岸，再转京巴巴士。港澳一号的好处就是能从上面几间酒店出发，票价160港币，但每小时只有一班。搭港澳一号到澳门跟香港一样要下车过关，每过一个关直接找这台车继续搭乘。澳门到香港目的地是香港佐敦站下车，从香港回澳门最晚一般是晚上6点，上车地点是佐敦站，地图打港澳一号就能找到上车位置。我们这次选择搭京巴巴士，先搭喜来登的免费巴士到澳门口岸。到了澳门口岸，沿着上面的指标走，就能到出境大厅。搭京巴的好处就是京巴巴士是24小时都有车，可以早去晚归，没有时间上的压力。票价比较便宜，搭乘时间也比较短。票价是65港币，搭乘时间40分钟左右。一出来就能看到金色的巴士，就是京巴啦。京巴的车非常多，大概10分钟就会有一班。京巴夜间时间票价会多5港币，变成70港币。睡了一觉就到香港口岸的入境大厅。出来之后就看想去的目的地，再搭几号车。我们第一站要先去中环吃饭，所以搭 A11。上车之后才收费，记得先准备零钱。这里的标示都很清楚，不怕迷路。我们先来中环的怡乐烧鹅吃饭，排队人潮虽然很多，但翻桌率很快，大概10分钟就进来了。第二站来吃怀念的蓝方圆，内用一人抵消40港币。蓝方圆对面有一点心，好想吃，但太饱了。中环真的有很多好吃的，第一站大满足，还有泰国的手标牌。
这次我们10点从澳门出发到香港，大概12点左右，回程是下午5点多。回程一样到金巴，依照所在地找对应的巴士回香港口岸。金巴除了柜台买票之外，如果有以上支付方式，也可以机器买票。今天晚上我们来吃羊脂金捞，羊脂金捞选择性很多，如果来玩的人很多，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，那这家就很适合哟。吃饱就回饭店了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，好舍不得。第五天早安，今天下大雨，所以我们就在饭店的餐厅吃午餐。到了，先来机器抽号码牌，翻桌率很快，大概20分钟就排到了。吃完饭准备去机场啦，伦敦人意外发现我最爱的美式汉堡，不用跑去泰国美国吃了。这趟中港澳回忆了很多美食，还有带妈妈看我以前生活的环境，真的很开心，可以开始计划下一趟带妈妈去哪里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